我喜欢你。和美女老板看完合租房子，结果带我来洗浴，向我表白了。姐，咱不是找房子吗？咋跑洗浴中心来了？这都晚上了呀。再说咱俩看的也差不多了，那个两居室不就挺好的？哎，姐，那个太贵了，我还想把工资攒一攒呢。那我再给你涨涨工资。哎，不，姐，我工资已经挺高的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哎呀，我知道，咱俩合租，我住主卧，大头我拿，剩下的你拿，可以吧？姐，这太不合理了，还是一半一半平分吧。也行，那下个月我再给你涨5000工资。不用，我工资真挺高的了，那而且这不是一回事吗？不是，反正你听我的就得了，走吧，上去吧。干啥去啊？咱洗澡啊，咱俩今天就住这儿了，不回家了。姐，你完事了？等我多久了？我刚上来的。饿不饿？吃点东西。行，走。没想到你还会打台球。干嘛？你以为我只会打高尔夫啊？不是，我就是没想到你还有这一面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们是一个世界的人，只是你还不够了解我。我还以为你不会喜欢我。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开公司当老板，我觉得那样太累了，这样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但是赚钱也挺重要的。是挺重要的，但是没你重要。我有点闷，我出去透透气。